海参、刺身，前一分钟还是活的呢啊！今天咱也来尝个拉丝儿。哎呦，这辣不动啊！可是臣妾做不到啊！那来个捡着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大门牙割掉也辣不动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都咋吃的？这是，哎呀妈，妈呀，这搞剪子脚都费点劲，咋咬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来个嘎嘣脆的！搞不动，被我煮熟了啊！咱也不知道是我牙不好使，还是你们的牙口太好了，咬不动，只能煮熟了吃了。你这回能咬动了。好吃，还是煮熟一些好吃。一丢丢的腥味没有，太滑溜了。嚼碎了啊，别着急。滑溜溜的。